每年咧 CES 入面咧 LG 都是一個重點的展館啦。今年咧亦都喺門口啦，整咗一個嗱好大嘅 LED mon 咁嘅隧道咁嘅設計啦。咁入面咧其實今年就會擺咗一啲 8K 嘅電視啦，啊 micro LED 嘅大尺寸嘅電視嘅展品啦，同埋其他一啲 AI 嘅 IoT 產品嘅。LG 除了在展館入面展示了呢個 8K OLED 電視之外咧，咁亦都開闢了一個小型的展示室，咁啊展示了呢個 micro LED 屏幕的效果。咁啊，而家從畫面見到嘅就是 micro LED 屏幕所顯示出嚟的效果啦。咁啊，其實是非常之光猛嘅，同埋顏色啊、對比度同細緻度都非常之足夠。每年 CES LG 都會在會場用他們的 OLED 電視整了一條隧道出來，今年再在展館裡面用了這個 Spectra OLED R 可捲動的 OLED 電視，就整了一個大型的顯示裝置，一個類似藝術品的設計 的展覽，非常之型的。LG 就在記者會上他們就會講了會出一個有呢個知星功能的 Gaming TV， 現在我們前面那部這部就是有呢個知星功能的 Gaming TV， 是 65CX OLED 屏幕，現在玩的就應該是 F1 2019，你看到它因為有呢個知星的功能，其實整個畫面是非常之流暢的。不喜欢做家务的朋友 LG 这个智能的洗碗机械应该是非常之帮到手。其实呢当然啦，这个你看它这个 demo 的设定就是讲紧一个工业用 的情景啦，它就可以经过一个机械臂去做到智能洗碗，全自动洗碗的功能的。